吃不着，对，咱们这边吃不到，尝个鲜儿。
吃黑打饺子吗？不吃。我爱吃。两位对海鲜都不太感兴趣。那是广场上的吃。不吃。我啥都不吃的呗。都不吃海鲜，说要一盘不太好意思。一盘十二个，一盘。一盘十二个，七十八。嗯，还有一个，再加一个绿星。不管了，那个。他家小孩子跟他姐夫。嗯，西北。高级。嗯。自己公司也在这块儿，没有自己想着随便玩玩，结果一唱蛋壳儿，就感觉就得跟团过来，南方话太麻烦。我们要自由行，其实没有旅顺这一站，所以我不来这边有点远。啊，你像室内是没这样，坐公交车就是对，那是六。对，王艳霞，走。您是自己路？我老家是这样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老家是吧？嗯。哦哦。然后我在我们旁边，嗯，去那一路就站着，嗯，在这儿站一站，玩玩玩两天。对，王小红都是我要是来老家来看看老人。哦，这什么草鲜呢？这个就让咱那一家嘛，让拍照吧。我拍照有什么用？这个大机器，没法拍，只能拍咱这些哈。拍一下你们。哎，刚刚还在玩那个啥来着？那个别个啥来着？超级大个儿，味儿，那味儿，哎，太复杂了哈。走，咱走快点，别怕，走吧。咱就走快点，走玩儿，咱非常慢走。二十块钱，快点上车。对，我知道了，在绿地上，所以咱们下去了，没有山。对，那浅的，浅的这些就是对，是吧？对吧？凉快了也。保着鸭，鸭子不一定有。好咋样？没事，一会儿拿个有锅底。对，他这个也是买的，当初我就前头七彩的。啊，对。七彩七的。俺们都得有个奖。有的没。都没有奖，这是个做工的。也有个简单的那个和学生以后。这么大。推椅子。那个电视在玩着。我那个面看的多大的。我去，你太乖。慢点啊，在这边来。中国人民使用柴油时，带动充电器。当年是汽车时代，和现在不一样。潜艇在水上比较可靠的极客机，在水下不主要靠近。售货有一点儿时间。那就总是找着我，也还行。这是购物哎，你到底给我找过？啊，我找他，你把你给找出来了。要来。蒸鱼是个蒸鱼，蒸鱼呗，也挺简单。小包里的两桌，跟你爸照相。啊，我说的也。不记得。瞅这儿。那就是包了。来呀，放一下。有点长得矮，有点矮。人长得矮，然后人家就不会长了。各位游客朋友们，看看，刚刚把你们推上车的一个，这个就是长得高，是我们中的高分，都是太气。这个比以前还是不错的。是别的下载方式。为了国家的安全，人民的幸福，我们心中汗水，汗水生命。
是为了每一位感知了这一期的朋友们都不要忘记。你就拍照。该景，2006年光荣退役，被名为旅顺口号。作为爱国主义，作为国民教育，支撑大家参观游览。033型潜艇最大长度76米，高6.7米，最大高度2.3米。水上排水量319.8。试采量1748吨，最大下潜深海长度全景。
来八九零零啊。这才是饮料楼，可乐、冰淇淋、马爹请喝楼。没事，今天是过建军节，过建国又说。姐在哪儿了？姐，哥，喊你。哦，你可以拜年了吗？你谁？